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白丽。对，然后今天呢，就继续我们的一个口语练习。那这次的口语练习，我想做啊，像这种，就底部有个阴影的，但是底部有这种镜像倒影嘛，对吧？它有一个要求的，就是说你的东西，你像这样单个，它是可以做得到的，或这样子单个。它单多个的时候，而且是有景深的，就近到远想那种，其实很多时候都没法做，但是效果能做个大概了啊，这样子，这个吧，这个其实你们看我确认也不太可能做这个，还是试一下吧。好，那一个还是一样，那个图我已经那个放进来了，对，提早已经，因为那个对，刚刚是这个不要变了，因为这个录的。好，那一个，好，把对的照片什么给删掉，那删了以后，然后再下来。那这个图由于它的纹理比较复杂，没有单色，所以说我们只能用那个什么，就是用那个钢笔慢慢抠。那这一段我会那个加速。好，OK，你们看到就说现在就我已经把那个所有的图给抠了。那如果按常规做的那一样，这张图我们留个底啊，copy 多了一个图像出来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那这时候这个我们可以调一白了，上次那个不太行，那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对，我们如果常规做，那肯定把曝光度给调高，对吧？调高了以后，再把它变成黑白的。那变成黑白以后，我们弄一下那个刷子，对，那这些墙壁上面阴影我们一样可以给它去掉，因为，本身我们这种图它的一个背景它肯定是没有阴影的嘛，对吧？然后这里这样子啊，那这些墙壁这些啊，平常摄影的话它会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弯的板，然后你一看就可以，你一看就知道就是说就不会有刚刚我刷掉这墙壁那一条地平线啊，然后像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可以这样子刷一刷啊，相对再刷一下。那这个地方也是这样子弄的，稍微增，哎，刚刚这些刷多了，那像这个地方，对，我们这样子刷一刷啊，这里是这样子刷一刷，刷完以后，由于这里有一些模糊的地方纹，那我们再弄一个高斯模糊，对，那有一点小模糊啊，你看到那就 OK 了啊，薄认子，然后再可能 Ctrl 加 L，我们再调一些颜色深，我想它深一点。再把多余的地方给刷掉，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常规的，对吧？按上一节课做的，那这些课我们就不按了。但是哎，这个地方还好，我看到了啊，这两个地方啊，抠图有时候这两个地方很注意啊。结果，对啊，我还没有抠好。那为什么我会要把这个就是说抠图的就去掉这个，然后就这样子弄三个了？主要第一个是说让你们，因为这个功能很常用。第二个，我想你们多练练钢笔，多抠点图，因为，如果你图抠得好，对吧？你做其他事情没那么费劲。就你如果图如果抠得不好的话，你很多事情像这样，就很简单一个东西，你去个底，你又去不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你用模板去，你用了多年，发现其实这个东西很不干净。好，那这时候我们说那么多废话，我们继续。那你会看到我的图，严厉同学应该发现了，为什么我会分开抠，分开的抠出来？那其实第一个这个不会很麻烦，第二个是这样子，那我复制一声出来，对，然后我导引过去，对吧？你也可以直接按那个什么 image 这里，对吧？还有那个 image rotation 啊，这里，你反正我忘记，反正就是我那个那个，等一下，哎。sorry，那你看到，就是说，反正就是你可以这么按着去反，就刚刚那个功能啊。然后那个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多啊。然后这个你看，对，这个导引就这么做，然后就这样子，我给一个50啊。这时候第一个导引出来，然后我们把它这样往上弄一点，然后挪到这个下面。对，好，那个其他的，那你现在发现其实有一个问题在这了。那如果我们刚刚整个扣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
那我这个图我肯定会在这，而不会在我现在要这个地方，肯定在这里啊。这个逻辑关系你们自己想象一下啊，好吧，我就不解释那么多了，懂了吧？所以说有些东西像做这种导引有什么问题？对，不能放在这个的，就是说不能多啊，可以一个，但是你不能多个，问题就在这里啊。这个就那你看现在就是说啊这样子，那我弄了一个锅，对吧？锅我们一样。然后就那，你看到这里穿帮，那我们有什么任务要做？对，等会就是要想办法把这些事情，就是把这个东西弄了它不要穿帮啊，这是我们的一个任务啊。然后这样子，对，这个的话我们把它往后收一收啊，反正我们都知道 copy。然后这个的话，对，我们把 copy 的都放在上面吧，对吧？然后这样子，哎，看到了。然后这个。这个放在上面啊，对，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样子我们都 OK 了，对吧？然后这个的话没有关系，我们照这样子去。哦，对，因为现在我们拉回来到这，哎，这里看，那到时候这会是我们的一个最终效果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最终效果这个先不用，先有还有两个事情，对，我们这里番茄把这里遮掉，所以呢要怎么样？我们要。把那个锅柄那个地方的给删掉，就是说这个挖空的部分，你看，哎，这样子才干净，对吧？然后这时候我们把四个给合并一下，那这个时候发现这有个缺口了，对吧？哎，还有一个还没有，哎，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再回去，这里，哎，OK，然后这四个对吧？我们合并一下，然后这时候你发现有缺口，那怎么办呢？一个方法高斯模糊，用高斯模糊来把它盖过去。这样子啊，我们可能再弄一个虚一点的，对吧？那在虚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再讲，对，这样子弄一个，这样子小小的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们再这样子用一个，当然这种情况很少，就印章啊。当然这种情况我们真的很少会那个用到啊，会有印章，按 B 笔刷，然后点一下 I，我们去吸取一下这个颜色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对，然后给它。颜色给补一补啊，就通过这样子，我们可以，然后再把旁边的这个也给吸一下啊，对，然后这样子啊，然后就这样啊，我们这么一看，好像会自然一点，然后这个地方好像有点太深了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们去用那个简单工具啊，这个地方缩啊，这样，再稍微再剪一剪啊，这么一看，哎，然后再点一下一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部分它不可能整个是一，所以要怎么样？我们这里。再把底部给刷走啊，懂吧？那通过这样子，我们就有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导引啊，看到了吗？就是这样子，可能有点繁复，但是我觉得就看你们有需求，有这个导引，你会觉得很高级。那通常外行人他不会注意这个，但是你如果是一个修图的人，你会很在意这个东西，而且通过这个细节，有时候，很看得出来你这个人重不重视细节，就看这些啊。好的，那一个谢谢大家。